毛巾健身操，毛巾伸展放松操分解动作篇，上下高拉毛巾，柔软肩膀。预备，手心朝内，握紧毛巾在腿前，收腹挺背，向上高拉到头顶，垂直地面，深吸气，压下的时候平衡双手的力量，让肩关节出力压下，深吐气，来回八次，开始。一、二、三。好，一样的速度，一样的力量，来回操作。感觉你的肩膀有弹性，很柔软。收紧腹肌，挺直躯干，不要动。骨盆稳定，双脚站稳。好，配合呼吸，上气吸气，下来吐气，调节呼吸机能。好，弯肘侧弓，旋转躯干，开始高拉毛巾到头顶，站稳，左手肘向右弯曲，让左手肘关节往上推，右手臂往下压。好，注意哦，你要感觉一下我们的肩胛部的地方有扩张，上胸部的肌肉随着肩部也在拉开，腋窝的地方腋下的肌肉也开始拉开。好，另外一只手要注意，一定要去协调，让整只手臂出力，让手腕往下压，上面往上拉，互相拮抗，八秒开始。好，保持这个张力，慢慢的我们要旋转腰椎到右后方，可以增强我们的腰背扭拉力。好，两腿不要动，膝盖不要弯，站稳以后一样拮抗八秒，开始，八、二、三，对，两腿一定要站稳。好，结束，慢慢转回，抖抖肩膀。好，来上下抖一抖，一、二。好，现在我们要换边了哦，来开始。双手高拉毛巾，两腿站稳，好，垂直地面以后，右手肘向左弯曲，哦，然后让你的手肘关节尽量的往上推，左手臂往下压。好，记得我们现在的肩膀后方的肩胛地部位是扩张的，所以上胸部的肌肉也跟着扩张，腋窝的地方也拉开来了，这样柔软我们的肩膀带。好，左手臂尽量往地下伸直。好，准备，保持这样子的张力，慢慢的旋转，让你的力量从腰椎开始旋扭，让你的躯干更多扭拉力。好，到位了以后稳定好全身的肌肉，八秒，加油，你更多的支撑力。来，三、四、五、六、七、八，好，结束。伸展背肌、臀肌、大小腿后侧肌，开始屈膝放松腿，毛巾拿到胸前，手肘弯曲，好，臀部往后翘，腹肌收着，胸口往前，让腹直肌拉长，侧腰肌也跟着伸展。准备哦，站稳，膝盖对着大拇指，调好你的姿势。好，让我们两个坐宽，髋关节向下伸弯，好像坐椅子的感觉，可以感觉到臀部的肌肉、后腿的肌肉在伸张。好，让躯干跟腿的夹角，这个夹角贴靠。好，准备，好，胸口还是往前，不要缩回来，背就会打直。臀部上升，蹬起来的感觉，肩膀下垂，垂直。好，手臂放松，缩下巴，让颈椎、腰椎整个放松延展，你会感觉到整个腰椎周边的肌肉去做延伸放松。好，这时候你也同时感觉到后腿的肌肉从后跟腱开始一直到臀部到大腿开始去做，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很好，用腰的力量起身，调和呼吸，毛巾拿到
头顶上，深吸气，结束。平衡双肩，伸展肩带肌群。开始，高拉毛巾到头顶，垂直地面。好，集中肩关节的力量，往后延展，收腹挺背，来回八次。开始，一，好，吸气，吐气，去感觉肩膀柔软有弹性，往后多一点，对，往后多一点。好，注意哦，你的骨盆要站稳，腿部不可以动，往后延展，往后延展。好，肚子收着，扩胸，把你的横膈膜拉开，肋骨拉开，很好。好，最后一次，停。对，收腹挺胸，觉得自己肩膀能够再扩张有弹性。好，站稳您的躯干。好，放下，结束。放松上背与下背。好，屈膝，毛巾拿到胸前，感觉你好像在握方向盘。好，让你的骨盆前推，含胸拱背，含胸拱背，双手往前推，缩下巴。好，肩胛不可以推高，要往下，用旁边的肌肉，肩胛的肌肉，下腰的肌肉往外张。好，嘴巴呼吸，吐气八秒，开始。来，感觉这个肩胛周边的肌肉往外，下背的肌肉往外，保持腹肌的收缩。好，注意哦，停住，你会感觉你的肚脐缩进去，夹紧肛门往前推。对，就是做这种动作，你会发觉你的下背可以放松，上背可以放松。好，身体打直，深呼吸，起来，深吸气，对，让你的背肌伸直，挺胸。好，结束。柔软髋关节、骨盆、后腰。开始，两手叉腰，屈膝，腹直肌拉长，胸口挺直。好，准备，臀部微微的翘，向右环转髋关节。好，两脚不要乱动，感觉你的髋关节四周环绕，非常的有弹性。好，上半身不要动，眼睛看前方。来，腿部的肌肉也一起带到，很好。再来两个，很好，不要动。现在保持屈膝，后仰腰，后仰腰，眼睛看前方，把所有的力量集中在后腰上。我们要柔软后腰，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准备。相反，腹直肌拉长，直背前弯，臀部下坐，感觉髋关节在下压，同时把毛巾往前滑开，回来的时候后仰腰，反复做。吐气，你觉得肚子在收，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后腰，再三个，一、二，回来，肚子一定要收，背肌一定要拉长，向前滑的时候，最后一次了，加油，停住，好，打直，调节呼吸。柔软膝盖、髋部，伸展大小腿。开始，两脚并拢，毛巾套在后颈肩，收腹挺背。来，把膝盖抬起来，弯曲，准备。躯干不动，做伸弯，预备，开始，伸直弯曲，伸直弯曲。好，稳定好，以膝盖为轴，感觉膝关节很放松，很有弹性，很好。放下，换腿，抬起来，好，收腹挺背，不要后仰，准备，伸，伸，弯，伸，弯，腹肌顶住，眼睛看远方，这样也可以练到我们的平衡力。好，去想象你的膝关节是很有弹性的。好，结束，接下去我们要抬右腿，再抬左腿，开始，右抬，左抬，这个动作最主要，我们可以柔软我们的髋部，可以去伸展我们臀部的肌肉，后腿
的肌肉，好，一样维持躯干的打直，吐气，很好哦。膝盖对着正前方，不要外八。最后一个，非常好，好，来，我们把腰拉起来做调节呼吸，好，结束，放下。